比有提到说哈，他大学是骑车送货，您是开车上学，你帮我回应他一下。哦，台湾的首富讲这个话哈，这个首富讲这个话可能说服力可能比较不强哈，倒是郭董事长要想想看，为什么他的企业里面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啊，在工厂里面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想不开。那至于就是说在照顾年轻人方面哈，那个我们三年以来对年轻人的照顾，不但有将我们的基本工资哦三度的提高哈，而且对于加薪减税，我们也都有了具体的做法跟成果。那通常还有社会住宅、还有长照、还有育儿、育婴等等的这些照顾的这些措施哦，我们都一一到位。所以我倒是觉得，或许郭董事长经营企业不错哈，但是照顾人民这件事情，我比较有专长。好，谢谢各位。